哎，V，又见到你可真好。还有一场要跑呢，对吧？但愿能四进二吧，准备好越野了吗？你是说下一场很难跑吗？这里是荒原地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跑起来什么都可能。那我估计你有的忙活了。你也是，一个不小心就要变成四吨重的风滚草。哼，那是不可能的。OK， 我都快被烤化了，还是待在车里吧。好。 嗨，朋友们，都记住了，疯狂的 maximum。我以为你又要放我鸽子了。哎，另外大嘴劲儿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系好裤子，系上安全带，让引擎咆哮吧。三秒倒计时开始，叨叨也没完。说你呢？哎，别搭理他。所以提前跟你说，就是想捣乱。干扰我不在，你去后备箱，有交代。有事吗？只是想祝你好运。谢了。 三、二、一，停！
我们要去哪儿啊？给油直接冲线。 上一个车手比我厉害吗？是的，他是个好丈夫，也是个了不起的车手。如果不介意，我想问问他是怎么死的。跑比赛的车手还能怎么死？去年进了决赛，一开始就超到了前面，然后……要不咱们还是说点别的吧。是啊，要送你去我的车场吗？好啊，谢了。 我们走吧。本地区所有警官注意，收到进一步犯罪嫌疑报告。